啱啱到。佢比我想象中好武警多。哇！龙、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今天我有一个新锅点要介绍给你韩国旅行的大家。我相信大家来韩国旅行应该都有去过汗蒸膜，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都是觉得传统的汗蒸膜是有点旧和不太卫生的感觉。所以我开头来韩国的时候，其实我都有去过几次那些大型的汗蒸膜，但我的去后感统一式都是会觉得只是纯体验去一次就不够了。今天呢，我就要带大家去一个真的可以chill到，真的可以享受，即是可以治愈身心灵的一个五星级汗蒸膜。五星级它不只是非常新淨，而且它是位于一个大型 shopping mall 的顶楼的，所以完全是下一个高贵路线，要颠覆大家对传统汗蒸膜的印象。你以为今天我只会介绍个汗蒸膜？今天这个 shopping mall 是不得了，你要 shopping 没问题，你要吃好西没问题，要打卡没问题，你要带小朋友放电又要带长辈去休息，完全没问题。其实我之前就住正在这个商场的隔离，完全是我地头。今次就等我这个高阳市行妻带大家去跳出首尔，介绍下今天有什么行程先。第一站去一个五星级的汗蒸膜先，第二站我就看看到时肚不肚，因为可能我在汗蒸膜里面都会吃东西的，如果肚饿的话就去吃一间我想介绍给大家很久的餐厅，是我每一次吃完第二天都挂着想去的一间韩式 fusion 餐厅。接着就会带大家去一个超大规模的极限活动区，那里有得射箭、攀岩，甚至是高空绳索都有得玩的。然后第四站就会带大家去打卡，去这个水族馆咖啡，那里是非常特别，我每次经过都很想入去，但我未去过的，所以今次就会跟大家一起去。而第五站就会带大家去 shopping 了，来到 shopping mall 怎可以不 shopping 的呢？里面有过百家人气品牌，这个 shopping mall 还是宠物 friendly， 如果你在韩国度住有养宠物的话都可以带出来玩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途中这个出上你要打卡的星空图书馆呢？其实它就是 Starfield 的江南店，我今天带大家来到就是这个身后的 Starfield 的高阳店。这里在首尔道搭地铁过来只需要30分钟左右，所以非常之方便的。好了，我们现在就即刻入去。一出lift隔离呢，这里就是个高尔夫球场，再直去那边就是个尖珠棒，它隔离有一些画廊，很高级的感觉。到了啦，这个 Aquafield它有分泳池和 SPA 的收费，我今天就只是会去 SPA 的部分。虽然它的费用是比传统汗蒸膜贵两倍左右，但我体验之后觉得是完全值得的。我入去的时候以为这个是要 do 的，但是原来就这么入去就 OK 的了。一入到去就要除鞋了，然后就根据单上面的编号找相对的鞋柜，跟住就可以去对面的 reception 拎埋个尖尖布。大家放心，我听到个姨姨讲英文是完全辣辣声。我现在裸妆就冲了出来了。它入面是有很大的梳妆台，然后很新净的，但完全是文化冲击，真的很多肉体在我隔离坐低，在梳妆台隔离坐，我真的顶不顺的东西就立刻冲了出来先。我什么都没查就立刻冲了出来。想说那些韩妹呢身材挺好，然后他们的素颜全部都是挺粉嫩挺白滑，看到去。不过我发现我最近素颜的气色都好了很多，比前排其实真的红润了挺多。其实我本身天生皮肤是偏红底的，但是经过长年的放养式打理，我的素颜真的越来越崩坏，特别是我熬夜之后咧，同阿李生合照，佢系白净过我劲多咯。但系我用好多美白嘅产品咧，其实都好似翻唔到我中学时期嘅嗰种透红肌。所以我就上网研究啦，先至发现原来单靠美白咧系冇用嘅。当年纪开始慢慢大咧，肌肤嘅代谢变得慢咗，氧化问题等等啦，都会令到有啲黄气飙咗上嚟。咁所以要还原嗰种少女透红肌咧，首先咧就要去黄。呢一支肌研花漾百米肌原液好帮到我手，唔系话佢可以即时帮你美白好多，而系越用咧肌肤就越嚟越有光泽，系嗰种素颜霜都化唔到出嚟嗰种透明感，而且肤色系会均匀咗。咁网上咧对佢都有好多好评，尤其是咧系有唔少人都赞佢咧系可以一支戒粉底，非常之啱我呢一啲咧唔中意化妆嘅懒人。百米肌原液嘅原理咧系透过百米发酵加速代谢，回复翻原生肌剔透嘅状态，可以促进胶原增生、紧致泰纹，均匀咁样亮白肤色，做到轻焕肤嘅效果。佢质地轻盈之余咧，你会 feel 到佢系充满住精华嘅营养感。咁我平时咧就系咁样。直接接上去用。
佢一搽上去咧就會吸收曬，好舒服。夜晚咧我就中意攞佢嚟口敷啲暗沉嘅嘴角位啊、下巴位。我一開始用嗰陣咧，其實我覺得佢除咗水用度之外咧，其實冇乜太大嘅效果。但係其實我用咗佢一排啦，呢啲暗沉位嘅色差咧都越嚟越細嘅。特別係上妝嗰陣咧，好明顯係 feel 到成個黃氣係退咗嘅，即係我上好薄嘅粉底，甚至係有時唔上粉底咧都 OK 嘅。大家應該都知道釀酒師，因為長年都浸喺個白米度咧，所以佢哋手嘅皮膚咧係真係嫩滑到好似 BB 一樣。不過呢一個咧就係主打呢一個效果，佢令到成個肌膚嘅光澤感、嫩滑度咧都精一個 level。咁嚟到汗蒸嘅話咧，好容易蒸走啲水分噶嘛，咁所以一定要敷翻個抹線嘅。嗒嗒，史上第一個誕生嘅粉紅面膜，咁啱咧，佢就係標榜我心心念念呢一個透明感、血色感。我真係未見過粉紅色嘅面膜啦。其實咧，佢係有分呢一個水潤保濕啦，同埋呢一個淡潤修復。唔好意思，我咁樣同大家講啊。咁佢兩隻咧都含有呢個 B12 精華咧，就可以去黃嘅。咁而家咧就敷佢十分鐘。我最中意每次敷完咧，都係即刻有一種灌飽水嘅透紅感。記得一定要按摩吸收，咁所以加速呢個血液循環，成件事就事半功倍啊！敷完 mask 咧，就梗系要搽翻个乳液去锁住佢噶啦。乳液咧就会用埋佢呢一支肌研花润保湿乳，佢都系质地偏清爽啦，好啱夏天用。用完佢咧，系 feel 到佢真系会渗透落皮肤，系会即时变得嫩滑咗，啲细纹咧都即刻又减淡咗咯。好，咁而家咧做齐呢三个 step， 皮肤即刻好似化咗粉底同胭脂咁样咧。最正就系夏天出去玩咧，都唔使焗住皮肤啊，又唔使惊啲粉会黑落啲白色衫度。而家李生咧都仲冲紧凉，等佢出嚟嘅同时咧，我就决定要挑战一个半块面唔搽粉底，咁睇下佢出嚟咧会唔会察觉得到？唔知镜头睇唔睇得出咧？我呢边块面系红过我上咗粉底，因为粉底有少少遮咗我本身嗰个红润感咯。好，我而家化埋啲眉嗰啲先。我覺得呢邊睇落去咧，嗰個透明感啊、亮澤度咧會更加自然。好，咁而家咧就等李生出嚟。2000 years later， 得啦。你個波太拉就縮，一旦啫吧。똑같은데뭐가바뀌었어나이쪽생얼굴인데여기는여기는했어오똑같은거같은데 나여기안지워져好，实验证明系分唔到噶。由7月14日至到27日，买肌研花润系列同埋光透润面膜有全线产品买第二件半价优惠。光透润面膜喺屈臣氏已经有得卖啦，趁嚟紧有消费券，即刻好入手啦。好啦，咁我而家咧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呢个尖尖版。佢呢度比起傳統汗蒸木咧，除咗空間感舒暢好多之外咧，好明顯見到客人咧都係年輕一代為主噶，咁所以我去到咧都會覺得好融合到啦，唔會有嗰種全部都係亞爵士、亞尖媽嗰種排外感。佢呢邊咧就係有個食堂啦，佢連個食堂嘅 feel 都勁好咯，成個風景。但我睇佢 menu 價錢咧，其實係比出邊貴啲嘅，咁所以我就唔推薦大家喺呢一度食啦。我哋食個羊毛梨，羊毛梨忘咗啦，只需要忘咗咩 2000 years later。이거맞아손톱빠진것같아너무아파오괜찮다이거맞아모르겠어뭔가외계인같아 그거같아이거다되게예쁘다포샵은진짜잘돼있어되게예뻐 와진짜커다래예쁘다되게새로워사람들다바닥에서누워있지않아공간잘구변에있어서소파도있고이런자리도있고진짜누울수있는자리도딱이렇게공간나누니까되게좋다우리식혜먼저살까찜찜하는식혜지그리고계란价钱我觉得都尚可接受嘅，本身就谂住揾间温度都可以接受嘅房入去食，但发觉入边好黑，咁所以我哋咧就出翻去食啦。呢边都有好多空间咧，系可以俾人去休息同食嘢嘅。啊，찜질반계란은해볼까너한번에못하면죽어진짜세게해야돼내해줄게진짜잠깐만너한번에못하면죽어
술 빼면 아파 이렇게 돼. 어이구 미안해. 아니 했다면 아파. 난 여기 들어간 것 같아요. 피부도 계란처럼. 근데 진짜 오 진짜 계란 같은데? 어 그니까 여기는 화장 안 하는 거야. 우와. 야 이거 사람들은 대부는 줄 알아. 이거 가짜인 줄 알아. 우와 진짜. 빛나는데 진짜? 짠 줄 알겠다 이거. 어디 운동하는 거 이거 빠졌어. 너가 먼저? 내가 먼저? 너! 바로 너무 뜨거워서 안 돼. 너무 뜨거워. 와, 여기도 아주 아득한 스파가. Relax room. 너무 조용해야 돼. 근데 안에 향기도 좋아. 진짜 좋다. 그거 뭐 무슨 향기지? 낮잠 때리면 딱인데. 아 진짜로. 어 여기 사람 없어. 우와. 어 이거 소금이야. 와, 찾았다. 여기 제일 예쁜 방. Media Art Room. 클리어터가 할 줄 알았네. 와. 어 놀이공원 같아. 와. 조심해야 돼. 근데 그냥 들어, 그냥 내려가는. 근데 이거 되게 불편하다. 되게 불편하다. 이거 點咗腳本間66度。너빨개졌어코뜨거워코가숨쉴때코뜨거웠어 完咗出嚟咧，就可以喺机器或者喺 counter 度咧俾翻场内消费。如果未俾场内消费咧，个鞋柜系打唔开噶。咁所以记得一定要俾咗钱咧，先至好去拎鞋。每人入场最少点一杯嘢饮，仲可以加多1000蚊去喂鱼，我就冇加到啦。나좀챙겨줘아나안놔줘안놔줘상어애기상어예뻐근데나이거나이거진짜징그러워너무많아서그런거아니야응너무많아근데애기들너무행복해보여애기들너무귀엽다되게좋아해와여기예쁘다 示范一下俾你哋睇。啊！啊，唔错。慢着吧，走。哦，走，慢着吧。哈哈哈！我那个东西不灵。那。나인생처음해봐어떻게어떻게해봐이거너무무서워어떻게알았어喺呢个水族馆及飞到出嚟之后咧，直接上电梯，上面呢一
度咧就系极限活动区啦。佢有分小童场同埋大人场嘅，大人场就120cm 以上就可以入场，记得要着运动鞋啦、袜啦同埋裤。佢呢一个咧系个人吊上去，放手然后就会垂落嚟。我头先见到个人咧系咁样两只手咁样向上掹住，一突然间放手，跟住就成个人垂落嚟咯，完全系直落咯，哇，好劲啊！勁多唔同嘅項目 ，locker 係免費使用嘅，亦都有小賣部。哇！佢呢度係比想象中大勁多啦。有個勁高嘅斜滑梯，諗住陣間會玩呢一個啦，應該冇乜難度嘅。有射飛鏢啦，然後隔離呢度咧就係籃球啦。佢咁樣每一個項目咧都分咗唔同嘅區域咯，勁大咯真係。李生咧喺20年之前咧，佢曾经系学校一个传奇人物嚟噶，田径队嘅，可以拣难易度嘅。哦，依个度，落去 ，OK， 下咋？잘한다오잘하네웃겨이거됐어오잘하는데你方式都冇拎过啊！여기배구고이거뭐지아이거점프아이거양말있어야돼나한테총쏘면안돼오와아어렵다이거와근데너멋있어지금아아와이거못하겠다너무진짜어렵다오무서운데저희는줄잡으시고요뒤로누워서타시는데오웃기다웃겨 웃겨웃겨발이풀렸어힘이너무무서워와비와상종恐怖勁多佢上面係好似係90度咁樣落去啦，跟住我完全勁驚咯，跟住係勁大離心力噶咯，原來勁恐怖。哇！我蹲啦，真係成日熟到，我哋自己拍摩咯喎，家姐。原来下一层呢一度咧都有一个叫做 Boss Monster 嘅一个区域啦，咁呢度就有保龄啊，其他纯运动嘅咯。我架车正。나는사실무서운데미끄럽다면진짜재밌었어나는제일재밌는거뭐냐면공던지기어해내보맞아 맞아진짜재밌었어근데너무힘들어죽을거야맞아然后去到二楼咧，仲有呢个 game zone 都好多嘢玩咯。地下呢一层咧就有一个 food court 啦，见唔见 food court 咧都有好多间唔同嘅餐厅咯。而我哋要佢去嘅咧就系呢一间叫做 Bobby Red。Bobby Red 佢有得拣辣度嘅，咁第一个辣咧佢就系类似辛辣面嘅辣度啦。咁拎住个 plate 就可以出去点餐噶啦。我同佢咧都一致认为呢度嘅饭同埋呢度紫菜咧系超爆好食嘅。大家如果嚟呢一度食咧，一定要拎佢呢个饭紫菜，佢紫菜超好食。我唔知点解佢紫菜系特别好食嘅。捞饭一流。
第一次嚟嘅時候咧，冇諗過原來佢嘅飯配落去係咁好食嘅，所以咧點咗好多嘢啦，但其實係勁飽咯。我覺得點一個 pasta 再加一個沙律咧，其實係啱啱好咯。如果大家咧係細食或者唔係好肚餓嘅時候咧，我覺得一個點餐攻略就係咧可以點呢個兒童餐，全部都係10,000 won嘅啫。但係佢有個好笑嘅位就係，如果你點兒童餐咧，就會送一個小朋友嗰啲啜啜嘅飲品，所以其實佢好抵咯，10,000 won仲送埋嗰啲嘢飲。不過兒童餐嘅味道比較健康啲嘅，冇咁重口味嘅。啱啱到，都未用啫。佢嘅肉咧係勁軟淋淋噶，就係咧呢度有啲汁噶嘛，咁就將呢個飯咧撈落去，再加紫菜，紫菜我覺得可以越多越好咯，超好食。佢而家新出咗呢個芭比系列，勁 Q 咯！應該淨係個包裝換咗咯，內容物應該係一樣嘅。哇！佢全部都係用呢啲勁 Q 嘅包裝咯，好唔叫唔得？呢個就係 Roman， 酷搶勁 Q 咯！哇！哦，呢個日本的，哇！佢嘅日本，依家到日本。因為我覺得韓國出的 roll 都幾齊全嘅，即係有好多不同的新玩法，成日都會看下佢有啲咩新出嘅，蘇到勁多咯。嚟齋行街其實都可以行成日咯，仲有好多嘢食啦，其實真係介紹唔曬嘅。因為 Starfield 咧係一個好出名嘅商場嚟，佢引入得嘅鋪頭，無論係衫鋪啊定係食嘢啊，我覺得係有品質保證嘅。翻到嚟屋企啦，咁想講今日咧呢一個商場真係玩得好盡興啦。其實個商場入邊仲有戲院啊、game zone 啊，好多美食店啊或者係 shopping 嘅位咧，我都唔夠時間拍一日嘅時間咧，係完全唔夠使嘅。同埋我最想講嘅咧，冇化妝嘅呢一邊咧係超舒服咯，完全冇嗰種局促嘅感覺。自從用咗堅然嘅花樣系列之後咧，我真係對於素顏出街咧多咗幾分自信啦。多謝你睇睇條片，如果咧你中意條片嘅話咧，記得要留言話俾我知，你嘅一分支持就係我十分努力分享更加多嘅韓國資訊同我自己嘅生活。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오잘했어아이고잘했어무대다잘한다It's what you're doing, making me feel like